Kuras 是日本制造商伊藤忠在 Amazon 上所推出的限定品牌。此商品采用可防止割伤的纸质刀刃，而且与其他同类型产品相比，该刀具较为细致，因此在切割容易度上的表现更为优异。经过评比，人员实际试用亦没有出现纸张破损或歪斜的情况。另一方面，油污取出口部分的盒身有做向内凹折设计，使其发挥出极为亮眼的防掉落功能，不仅能安定地取出想要的长度，在抽出时也不会有整卷滚出的疑虑，想同时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便利性的人绝对值得一试。相信大家对于 Alphamake 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其中这款料理纸不仅在网络上拥有高讨论度外，它也是好事多的热门代购品项之一。其长度足足有50米，与其他商品相比容量相当大，特别适合想长期使用或用量较多的家庭，以省去一再购入的麻烦。即便大容量难免反映在重量上，但安全又环保的纸质刀刃锋利度颇为优异，可稳固地将平滑的料理纸牢牢夹住，以方便撕取，实际操作起来仍是十分顺手。在本次实测当中，这款料理纸可说是所有百元商店产品中评价最高的一款。和另一款同样来自大创的高级料理纸相比，此纸张材质的光滑度虽然差强人意，但在防粘粘性的表现上却没有任何问题，同时尺寸容量也较多，感到犹豫的话，不妨从 CP 值来做考量。不过此商品并未附有防掉落挡板，再加上刀刃是采用纸质所制，因此在撕取时容易因手部力量分布不均而造成脱落或破损等情况发生。伊岸是日本人气大型购物中心，旗下自有品牌 TOPVALU 所推出的产品更是以平价好品质为主要诉求，在日本广受许多主妇们的欢迎。其中这款料理纸具有光滑且不易与食材粘黏的质感，盒子的两侧则附有防掉落挡板，而纸质的刀刃也能稳固地将纸张夹住进行切割。虽然刀刃的锋利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材质柔软的长形外盒却很容易因施力而变形，因此撕取时较难将纸张切割成漂亮的四角形。若是特别重视美感的话，建议还是以锋利度佳的金属制刀刃产品为优先。想为家人弄顿简便的早餐，但回蒸的包子、馒头皮粘黏得一塌糊涂，想用烤箱回烤食物，一不注意就烤焦了。这时只要选用本款以 Clear 粘黏环保材质所制作的料理万用纸，无论是蒸吹、烘烤，一张即可避免料理失败的危机。其采中央锯片裁刀，可快速地裁切下适宜的大小与长度，而且两面均能使用，无需分辨正反，简化过程外更相当省事。再加上本牌料理只有一定品质保证，透过网络购入更方便比价，快速入手。这款常于美式卖场贩售的日本料理纸采用羊皮纸制作，上头附着西洋环枝，以此来达到料理过程不粘黏的完美状态，且其耐热温度可达250摄氏度，对时常进行高温料理的使用者而言，无论是盛放油炸食物、隔油煎煮等都能够安心使用。除此之外，本款料理常常达50米的总长度，若是经营餐厅或是在家进行烘焙生意等大量使用的状态下，绝对是更为经济划算的选择，整体计算下来得以节省不少成本。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